哥当嫂，昨晚打完通宵麻雀啊，两个一对熊猫眼咁，趁到住喎。唉，打乜鬼嘢啊？昨晚啊，欧联决赛啊嘛，拜仁对车路士啊，我哋啲标准球迷嚟噶嘛，梗系睇波啦。哇，昨晚拜仁主场劲多啊！喂，今朝我要开工啊，昨晚场波录咗未睇啊，一阵间翻上去睇噶嘛。你唔好讲个赛果出嚟啊！哇，使唔使咁紧张啊？喂，奶油汁，我哋要两个早餐，一个 B 一个 C 啊。喂，奶油汁，帮我哋落单啊，喺度瞌眼瞓。听到啦，早餐 B 同早餐 C 啊嘛，热奶茶多奶，热柠茶多柠檬。喂，邱老板，琴晚场欧联唔讲得啫，讲下嚟紧欧国杯边度有冠军相都得啩。我依度咧基本上有言论自由嘅，波又得，马又得。讲开欧国杯冠军，琴晚百万个嗰个节目都有问、啊。大家好，我系百万个窿陈鬼怪，一百万嘅问题，边个系上届欧洲国家杯嘅神射手？大卫伟啊！最后答案，大卫伟啊，是啱嘅。一千万嘅问题，边个国家是今届欧洲国家杯嘅冠军？巴鲁瓦图。最后答案，巴鲁瓦图。我想住嘅地方是错嘅，因为巴鲁瓦图都唔系欧洲国家，点样攞今届欧洲国家杯嘅冠军啊？啊！呢条一千万题目都几奇怪嘅、啊，摆明阴人啫，欧国杯都未打，点知边队冠军啫？诶，边队攞冠军？我话你听啦，搭晒十六支决赛周参赛球队，咪得咯，包你中奖。咦，奶油汁你又几醒喎、啊？不过要你拣队冠军，你又拣边队先？机会问到啊，点会唔讲啫？未分析各队实力之前，就讲下赔率同数据先。上届冠军大热系五倍嘅德国，但结果由六倍嘅次热门西班牙攞冠军。零四年嘅冠军希腊更加系超过八十倍啊！所以顶头大热都未必开得出噶。今届卫冕嘅西班牙初盘咧得个三倍啫，计我就话唔够四点二倍嘅德国抵啲啦。事关咧支持十三届嘅欧洲国家杯啦。都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卫冕成功。那又不是、啊、德国身处死亡之组，要跟荷兰、葡萄牙、丹麦这些强队争出线、啊、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。Keep 妹你说得啱啊，未揀冠军之前应该将死亡之组出线有难度的队伍全部解开晒啱啊。除了 B 组、D 组都是死亡之组，英格兰、啊、法国、瑞典和主办的乌克兰、啊、地支个是硬的。揀佢繼續冠軍啊！分分鐘打完初賽就要搣飛啊！我啊中意 C 組個意大利啊，除咗西班牙之外，同組對手都唔係好強啫，好大機會就同西班牙一齊出線。意大利冠軍有成十五倍，喂話曬都係傳統強隊啊！計直播率點都抵玩啊！係咁多位早晨啊！哎、老豆，遲啲咧 Euro 踢成個月，我買咗盒保品俾你補下身，打定個底。我妹头，你咁细老豆，睇你越大越靓女噃。我爸爸好中意睇入波，咁即系我爸爸好想入多粒啦。入得一粒得一粒，入得一粒得一粒，加埋我入埋呢几粒，咁爸爸睇波实好开心啦。咁入多五六粒，爸爸咪可以做神射手啦。踢大赛入波唔容易，做埋神射手就更加唔容易。你哋班男人谂乜都咬一餐噶啦，我哋女人最关心嘅咧就梗系神射手啦，特别啲靓仔球星啊，好似 C 朗咁啊，射又射，射抛又爆。咦，咁开头你中意边个噶？我系德甲 fans 嘅撑高美斯啦，我就中意西班牙啦。虽然大卫韦纳伤咗，唔可以卫冕神射手，不过都希望路兰迪攞咯。揀神射手唔同揀男朋友或者老公嘅，唔係話靚仔或者有型就得㗎。揀神射手呢有三大要訣，第一就講射術啦，唔識射波又點入波啊。第二球隊嘅踢法，如果對波呢靠打單箭頭或者靠呢位球員打突擊嘅話呢，
入球的责任就会落在他身上，咁啊自然入波多啦。咁啊，2004年啊，欧国杯嘅神射手，而家嘅巴鲁士咧就系呢种射手啦。咁啊，第三12码举子手或者罚球嘅杀手，都较容易咧有入球进账嘅。嗱，你哋三个啦，捧场还捧场，买神射手记住同我商量。诶，加埋呢个超级球啊，唔通咪真系本神？